我不要治疗，我真的很讨厌住在病房里，想这样自由自在去女儿家，我想这样子过。淑珍，我们离开吧，把你留在这里，不知道她以后还会做什么。你不需要同情我，我都说不能再回到你身边了，为什么还要来这里？我放弃何雨，你跟我说过谢谢吧，这次换你要帮我了。匍匐爱这个人怎么可以自私到这种地步啊？我会诅咒他，让他得肺癌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给予幸福的人全新2小时。